在冬季施工中呢，我们所有的锅炉都是电锅炉，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确保做到这个所有的边坡只要破坏了原来的植被，施工完成后呢马上进行恢复，边施工边绿化，使我们整个这个实体工程和这个周边的这个崇礼的大美山村融为一体，自然和谐。